周岁前一周应洗几次澡？医学会建议一岁前的婴儿频率维持一周洗澡几次是最适合的。B， 只知道不要太洗得太频繁，可是三岁跟四岁有差吗？差没有。林静怡，妇产科医生，博士，生出来就交给小儿科了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也对，也对，说也对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